同学们，大家好！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计算单位。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呢比较简单，分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容量单位，第二个部分是相关的速度单位。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容量单位。对于容量单位呢，相信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了解，比如说768兆的光盘、4G 的内存以及 2T 的硬盘。那么在这里面768兆、4G 和 2T 呢都是属于容量单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里面的容量单位它各自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又是怎么样进行换算的。那么为了了解容量单位，我们先来看一下早期的计算机它们是怎么样去存储信息的。我们知道在计算机的物理层面呢，它理论上只能认识高低电平，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用高电平来表示1和低电平表示0。所以说在计算机层面它们只能认识0和1这两种状态。那么这里面的0和1呢表示的就是比特位 bit， 我们称之为比特位。但是这样子就有个问题了，0和1它能够表示的内容实在太少了，迫切的需要更大容量的表示方法。因此很多人就想到了用8个比特位来表示一个字节，那么就催生了早期的字节单位。一个字节单位等于8个 bit， 也就是说一个字节等于8个 bit。 使用字节来表示计算机的容量保持了一段时间，在早期呢内存和硬盘都没有很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字节还是相当有用处的。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存储器的容量也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用字节来表示就很麻烦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大容量的或者说很大容量的硬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字节来表示呢，就需要下面的这种表示方法。那么这样子的表示方法其实是非常难理解的，因此呢又催生了更高的容量单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千字节、兆字节等等的一些单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这些单位。这一个表呢是表示着现在常见或者常使用的一些单位，在早期是有前面所介绍的比特位，然后是字节，在后面发展了有千字节、兆字节、吉字节、太字节、派字节以及爱字节。那么在这里面呢 bit 和字节之间它的换算关系是1:8，也就是说一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位。那么到了千字节呢，一个千字节就等于1024个字节。在千字节之后，所有单位的换算关系都是1024倍的关系。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字节和比特位使用的是8进制位，而其他的都是使用1024这样子的一个进制。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了解这个1024呢其实是等于2的10次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也了解到常用的设备哪一些会使用哪些单位，比如说在这里面比特位呢通常在于这些门电路，而字节就不用多说了。千字节一般是 CPU 的寄存器，或者说一些高速的缓存，而兆字节呢也是一些高速的缓存。 GB 都是现在的一些内存啦或者是硬盘啦，比如说现在主流的内存都有 4GB、8GB 或者 16GB 的，硬盘呢也是有 500GB、1T 或者是 2T。 对应的这里面的 TB 采用的设备也是硬盘。接着是 PB 和 EB， 那么这两个单位呢可能我们接触的比较少。对于 PB 呢，常见的设备是一些云硬盘，比如说百度云盘或者说一些腾讯微云等的一些云盘呢，他们就可以提供 PB 级别的存储。而 EB 级别呢通常在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说腾讯、阿里巴巴，那么在他们的数据仓库存储的容量就达到了 EB 级别。那么在这里了解了常见的容量单位以及各自的设备和换算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几道习题。首先第一题呢就是，如果说有 1G 的内存，那么 1G 的内存呢可以存储多少字节的数据，可以存储多少比特数据呢？首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了 1G 内存 1G 等于1024兆，而1兆呢等于1024千字节，而1000字节等于1024字节，所以说 1G 内存呢等于1024的三次方字节。再有就是一字节呢等于8个比特，所以说一级内存最终呢是等于1024的三次方再乘以8个比特。好的，那么这一题呢比较简单，我们再来看下一题。下一题就是，为什么网上买的移动硬盘标记着有 500G
但是格式化之后呢，就只剩下 465G 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是因为硬盘上呢，它一般是使用十进位来标记容量的，也就是说他们标记的时候，一 G 等于1000兆字节，而不是等于1024兆字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换算，我们实际来算这个硬盘容量的时候，等于500乘以1000的三次方，再除以1024的三次方，就约等于465。所以说在网上买的移动硬盘有 500G 的话，格式化之后通常就只剩下460多 G 了。这种情况呢，不仅仅发生在移动硬盘，在一些 U 盘呢也同样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硬盘商会使用1000进制位而不是1024进制位呢？其实硬盘厂商呢，他也不是要骗人，只是因为制造硬盘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硬盘的扇区，也就是存储数据的一块地方。那么在记录这个扇区的容量的时候呢，使用人类容易理解的十进制位，更加容易的去沟通或者去协商。所以说在硬盘厂商一般都是用十进制位来标记容量的。那么这个呢，需要大家所记住的。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平时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也常见一些网络的宣传，比如说2兆的宽带、4兆的宽带、10兆的宽带，或者说100兆的宽带。那么这里面的兆是不是容量单位呢？其实这里面的兆并不是指容量单位，这里的100兆并不是指容量。那么这里的100兆指的是什么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是计算机的速度单位，在这一个部分有两个小部分的内容进行学习。那么第一个小部分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网络中的速度单位，第二个部分就是需要了解 CPU 的速度单位。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网络速度。那么对于网络速度呢，前面也说了这张图这里面有写着2兆、4兆、10兆或者说100兆。那么在这里面无论是哪一个数据，其实都不是容量单位。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指的就是网络速度。那么这里面的网络速度怎么去理解，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那么这里面的100兆其实指的就是100兆每秒。100兆每秒怎么理解呢？我们接下来就来通过一个问题来理解这里面的100兆每秒。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电信给我拉的100兆光纤，我们在实际测试峰值速度的时候却只有12兆每秒呢？那么其实这个是因为网络中采用的单位是 Mbps， 刚才我们所使用的单位的时候把这个 bps 给省掉了。 Mbps 什么意思呢？其实刚才所说的100兆每秒指的是 100Mbps， 也就是100兆 bit 每秒。100兆 bit 怎么理解？在前面介绍容量单位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那么在这里面如果进行换算的话，100Mbps 就等于100除以 8MB 每秒，也就是说大约等于 12MB 每秒。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字节到比特位的一个转换，这个是因为网络中采用的单位是 Mbps 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网络的速度，我们在进行运算的时候呢，都需要实际的把这个数据除以8来得到实际的网络速度。那么在这里面100兆的光纤其实峰值的速度可能就只有 12.5MB 每秒。那么这个问题呢，同学们下来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进行相关的测试。了解了网络速度，我们接下来再来学习 CPU 的速度。那么 CPU 的速度呢，一般都是体现为 CPU 的时钟频率。时钟频率一般都是用这个单位赫兹来表示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2GHz 的 CPU、2.4GHz 的 CPU 等等的一些 CPU， 这里面的赫兹指的就是这个单位，它表示的是 CPU 的时钟频率。在目前呢，主流的计算机 CPU 的时钟频率都在 2GHz 以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了解 CPU 的速度，主要是要了解这里面的赫兹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赫兹呢，其实指的是秒分之一。那么秒分之一怎么理解呢？其实这个赫兹它就是每秒钟周期性变动重复次数的计量。比如说生活中常见的蝴蝶的翅膀，那么它振动的频率大概就是15赫兹，表示的就是它的翅膀能够在一秒钟振动15次。再比如说蜜蜂的翅膀，那么蜜蜂的翅膀呢，它一秒钟可以振动400次，所以说蜜蜂翅膀的振动频率大概是
400赫兹。再有我们人耳能够听见的声音的频率的范围是20到2万赫兹。所以说对于蝴蝶的振动频率我们是不能听到的，因为它的振动频率只有15赫兹。同样的，对于蜜蜂的翅膀振动我们是可以听见声音的，因为蜜蜂翅膀的振动频率有400赫兹，所以我们是可以听见声音的。因此呢，这个赫兹它并不是描述计算机领域的重要单位，但是并不妨碍赫兹来描述 CPU 的速度。我们知道在 CPU 里面呢是使用高低电频来表达这个0和1的，所以呢对于 CPU 的频率其实表达的就是这个高低电频它在每秒钟变换的次数。比如说主流的2GHz 的 CPU， 那么它在每秒钟高低电频的这个变换的频率大概就可以达到每秒20亿次。那么在这里面了解了 CPU 的速度，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接近尾声了。简单的回顾一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容量单位，在这里面我们介绍了常见的容量单位，包括比特位、字节、千字节、兆字节、季字节等等的一些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换算的一个公式。接着是第二个部分，速度单位。那么在这里面的速度单位呢，我们了解了网络的速度以及 CPU 的速度。好的，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